我喜欢音乐和摄影，我对光质的坚持和执着，就好像我今次的客户对声音的质素的执着一样。虽然平时我们经常在大型的片厂和影楼拍摄，但是有时我们都经常性要在一些不适合拍摄的环境工作。这个时候就全靠高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灯光和摄影器材帮我们完成工作。今次的拍摄，我选择了用 ProPhoto 最新的 B10， 除了可以给我使用电池和交流电的灵活性之外，它轻巧的外形还可以给我用回所有 ProPhoto 的 OCF 配件系列，令我可以在有限的环境作出最好的曝光设定，令我的工作事半功倍。